原标题，混得最惨的世界霸主，领土只剩2%，国内最有钱的省还不断闹独立。从世界近现的历史来看，产生了很多世界级别的霸主，如大英帝国、法兰西帝国、德意志帝国，还有后来的苏联、美国等。而在这些霸主发展到现在，依旧是世界级别的强国，混得也非常好。但是有一个国家很惨，堪称混得最惨的世界霸主，其丧失98%的领土，只剩下2%，而且国内最有钱的省还在闹独立，要分家单过。这个悲催的国家就是西班牙。从世界近代史来看，第一个被称为日不落的国家不是英国，而是西班牙帝国。西班牙从16世纪开始主导了新航路的开辟，建立了当时称雄世界几百年的无敌舰队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阔的领土。当时整个美洲除了巴西是葡萄牙的外，几乎都是西班牙的。在亚洲、在非洲等也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霸主，第一个日不落帝国。其领土最高峰时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，而且其搜刮了相等于15000亿美元的黄金和财富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但是正是因为太强，加上钱财太多了，西班牙开始不思进取。很快英国、法国崛起，西班牙帝国就日薄西山了。到现在西班牙只剩下50万平方公里领土，损失了98%以上的土地，而且至今自己的战略城市直布罗陀还被英国占领，都不敢收回来。而且西班牙虽然是欧洲第五大经济体，但是无论话语权还是存在感都非常的低，经济发展也很差，在欧洲日益没落，人均 GDP 更是离英法德等很远。而且现在西班牙国内债务高企，经济困难，很多人甚至猜测西班牙未来甚至连发达国家的帽子都保不住的。不光如此，西班牙最有钱的省加泰罗尼亚省还在不断的闹独立。这个加泰罗尼亚虽说只有3.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700多万，但是却创造了西班牙 GDP 的20%以上，在西班牙的位置就相当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、英国的伦敦、我国的广东省啊。但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矛盾，加泰罗尼亚一直在闹独立，不断要求脱离西班牙，分家单过。而且加泰罗尼亚原属的阿拉贡王国故地很可能产生连锁反应，也就是说加泰罗尼亚一旦独立，那么整个西班牙东北区域可能分离，对于西班牙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。因此西班牙应该说是一个混得最惨的世界霸主了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